你好，老情员哦，先甲讲卡桥，爱看你是不是有这个本事。无论你知影什么代志，马上打电话给你讲。到底我是老番灯，真紧你就当知影。恁爸爱你去感应的是老情员，但不是简单人物呢。你是不是甲叶文春联手，闭鬼闭怪要骗我？你真紧哦，就要倒大霉啊！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何你有心啊？这两天才确定的啦。何你拄知影有心的时阵啊，足紧张的，压力足大的。有这种妈妈，你的囡仔要住在你的腹肚内底住十个月，还是要安怎过啦？何你腹肚内底的囡仔，敢真实是大哥的？可是不是，是要安怎？你住在你必须住在地上，对不对？出现，无论你知影什么代志，马上打电话给弟弟讲。哎哎，顺利顺利。哎，玉环座。啊，真好。啊，你弟弟知影？独家我传一张相片给你，你要去查相片内底迄噪音啊，甲叶文聪到底什么关？那不是阮爸妈叫我来，恁当作我真爱看恁的歹面相信？安尼你走啊，搁起来干创啥？你一点做人心无做人态度，自家拢无呢？不管独家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即马随去共回信的，叫伊原谅你啦。先刷伫我面头前假跋倒，你是不是甲叶文聪联手，闭鬼闭怪要骗我？我那是甲你讲。我早晚会甲伊敲错招，你要信？你若真正要甲我作对，都莫怪我甲你比拼。你真紧哦，都要倒大霉啊！你完蛋了！到我的调查就是咧，就是爱叫消防铁栓，其他的调查我一点仔兴趣拢无。三更，我叫消防铁栓。你要真敢这么做的话，我们大家一起去死啊！你到底做什么？难道嘲讽伊啊？你个你为？